今天是我参加完活动以后的第二天，我来分享一下。我发现我的佛坛里面那一杯供水，就是供佛祖菩萨还有下神喝水的那一个水杯的水，被喝掉了，只剩下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旁边那一杯呢，就是专门供来给佛祖菩萨、下神他们洗手的、洗手洗脚的那一杯水呢，就是没有变化，但是给他们喝的那一杯就被喝掉了。还有一个发分享的关于灵修方面的呢，就是我体悟到了合一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改变。至于为什么会体验到合一呢？是因为在我参加活动之前，我还是有不圆满的认知嘛，然后还是把自己和所在的环境是分离开的来看待的，所以就会有不安全感以及无力感。所以呢，在参加向神活动之前呢，由于我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呢，就让我显化了一个自己当时心里面想的一个不圆满的事情。我在参加活动前，我认为完了，我说要汇款，可能好麻烦啊，国内话要汇到国外，就好多限制，可能会汇不到。就因为我当时有这一个想法，所以在参加活动之前的早上，然后就收到师傅的微信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因为钱没有到账，会计就不允许我参加活动。当时立刻就觉察到，就是因为自己当时那一个错误的认知，认为可能国内转过去会很麻烦，可能会寄不到，就因为这一个思想，所以才会显化了这一个情景。然后我就立刻把它修正，正好是下神答谢嘛，下神就正好开始说到，说他处在于我们的思想意识还有经验之中，他与我们同在。然后我就赶紧就在大师的那个会员那里留言，下神请赶快立刻直接的接收到我的汇款，让我能够顺顺利利的参加活动。就是一发出去，立马就收到了师傅的回信，他就跟我说。啊，他通过了，他允许你参加向神的活动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向神大师还有雷师傅，真的很快，真的是立刻显化了。然后呢，接着参加活动的当时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开始诵唱名的时候嘛，我是感觉到当时感觉到恶心、想吐、我头痛，我就想可能是我的业障正在被消除。接着呢，就第三眼就开始看到了紫色的光在转圈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恶心不头痛，就是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状况了。接下来祭司开始进行真正的活动，当时就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愉快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快感。上的时候12点以后，突然间就有一种体悟，就觉得感受到我和世界是合二为一的，世界就是我，我就是世界，然后大师也是我，我也是大师。这所谓的我，并不是指我这一个个体，而是，不知道我怎么讲，只是反正就是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就是这样子，并不是，并没有什么你我他这些区别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。既然我们都是一体的，那么我们肯定就是可以显化我们想要的一切。向神真的不愧是移除障碍的，我所有的对于生命呐、啊。人生啊，财富啊，爱情呐、啊，就是各个方面的不圆满的认知，还有错误的系统，真的就被向神一下子就拿掉了。之前也知道合一这一个概念，但是并不清楚，就是明白和体会是两回事。体会到了合一以后呢，接下来不管我想显化什么，都会很顺利。所以今天才会看到向神喝的水，事业方面的话也会越来越顺利的。